没有吃早的，今天冻了。是的，今天早点起来，早点起来。Yes, 我们现在是8:10，so hopefully 比较少人。Go。可多人，满满的人，个店在这里，里面噔噔，我们在路边排队 ，baby。冷不冷？这个还好。还好哦，我们已经习惯了。A few moments later。哇，它还有生的，还有半熟跟生的。这是 normal 肉，这个是内脏。好吃吗？暖的它的肉，怎么炖到暖的？嗯，哇！你们看那个冒烟，好吃，哇 ！Later。哦，这是真的很饱哎，我们一人一碗，真的很饱。你们来一定要加那颗蛋哦，那个蛋是灵魂。是的。排队真的没有很久，大概 half an hour 之内就可以吃到老板。来日本的记得来哟。我们来这里一定要吃一个玉子烧，来 try。蛋香的。好吃吗？就甜甜的。就是这个味道。一个人吃真的是太甜了，对我来说蛋是咸的。这个就是一个 tourist 的一个 attraction 这样的东西呀，所以你们就来足地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我们的 breakfast。Good。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比我的手掌更大。10块。他刚才有给我们 test 一下，蛮甜的。现在要去回去放，然后我们就要去做工了。shopping 啦！我们现在在 GU 在这里，你们看到 sale。Let's go and find out。那里面可以装一台。蓝色的。睡衣耶！哇，超舒服的，超 Q 的。那个好想买哦。GU 真的超多折扣的，它里面几乎一半都是 on sale， 就是从那种 long sleeve 到裤子到 heat tech， 然后还有 jacket。我们先去 Uniqlo 看看。因为我们看 online 它有一个8000变成3000多了，真的有点夸张。Let's go Uniqlo。直接结一千，是这个了，那个8000变3900的，就是这几个。哦，这个那边
这里面是有 cushion 的。McDonald's， 看看日本人都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么多人 ，Oh my god！我们的午餐呢？吃饱饱了，美东就在这里呀、啊，好不好吃？还不错，我觉得两个都可以推荐给你们吃。它的面包全部都是软软这样的。你的卡斯金 ，I love it，I love it。现在是晚餐时间，我们来到一个小小的饭店，就这么大，那我们就坐吧。超酷了，那个师傅就在我们前面。Later。超大块。我们来 try 喝 Japan 的 bubble tea。你看他的垃圾桶超 Q 了。Japan 的第一杯奶茶，好喝吗？不错哎，就是在 GU 旁边的，我们刚才下午走过 GU 在这里，GU 在这里，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么冷的天还可以喝冷的奶茶，它布丁很香哎。那我们要拿着我们的奶茶继续逛街啊。到了 Parko， 西伯利亚必逛的一个大型 shopping mall。里面有一个期间限定的 slam dunk pop up store， 我们去看看吧。每一个人只可以买两个耶。就是那个 pop up store 啦，很可惜几乎卖光光了。我
们看看还有什么宝物可以捡喽。是的，买一点薯皮垫回去。喂，剩一个哦。哇，最后一个给我们拿去。这些呢？这些是什么？啊，全部都是樱木花道伞。哎，拿一个。A souvenir。是的，哒哒哒哒哒哒。他还有剩很多提前。来这里。耶，战利品。耶，三刀。哈哈哈。哦，有 free 的 chop 哎 ，so cute。Oh my god。限定硬币耶，哇 ！Limited souvenir coin， 有 Luffy、Ace、Sabo， 你要全部三个吗？对的。那好。OK， 600 yen。哇，它是烧烧的，哇，它很厚哎，这个很值得。哇，帅！这个是 Sabo， 开心吗？你最喜欢的 Coin Collection。所以因为现在迟了，所有店都关了，所以 we will end this video with。拜拜！你有看 Luffy 在后面吗？耶、yeah!！Okay, so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and share it down. 继续追踪我们的 Japan Vlog 哦。所以喜欢我们的 video, please subscribe and like and share it down.